哎，我干嘛呢？哎，怎么样？玩什么呢？我操，这他妈游戏太难玩了，还是他妈跟外人玩，怎么着？哎，你那么牛逼吗？这就觉得得有人出来批判集合，我觉得就得制止他们这种歪风邪气。精彩一点，是吧？做一些自个儿喜欢做的。二 K 吧，虐你怎么样？多花时间出去运动，狂买，不要老宅在家里面。哎，走啊！最近新出那游戏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走了。别再带游戏就是生活，有好玩的就过来聊聊，有烦心的就过来唠唠。您还真别嫌我们少的，集合家丁带给你游戏生活的激情和欢笑。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家丁常规节目，我是娜迪亚。大家好，我是系统部。哎，我是老白。哎呦，哎听着听着，我跟你说，这个眼泪就流了。哎呀，三个人的常规节目，系统真是许久不见，甚是想念。是我歇会儿了。哎，我跟各坐着有点累啊！我跟各位讲啊，就1000多期节目了，头一回这个就是站着录节目，知道吗？我现在是坐着，待会儿可能我得一会儿就得站起来歇会儿，对对对，别录完了之后血顺着瞪流。今天是27号，今天28号，28号啊，这个数着日子过了。哎，2019年11月28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已经21天了啊啊！这21天过得非常的漫长，是对对啊。那么我们。这期的常规节目的主题就是，其实跟我们去年那一期遥相呼应，啊、对对，前后呼应。那期是年初，啊、那期啊，对对对，是年初，对对对，是我回来之后录的啊。对，然后我也是回来之后录的。对，然后我们又继续回来聊一个这个关于身体疾病的事情，对，然后聊一聊关于这个核聚变献祭的问题，可以说是首尾呼应。对对对啊，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仍然是关于住院，哎啊，然后住院的西总这是刚从医院回来，荣归啊，对对对，荣归故里，荣归故里，对，带着男子汉的勋章，归田哎、我这徽章4个小时换一枚。现在还在换药棉的阶段啊！对，那么强呢，每天早上5点醒。对对对，啊，嗯。然后老白正好也是在今年时候做了一个手术，是，然后也其实也挺大时间院，对，手术也挺大的，啊，但其实还行吧。就现在手术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了，是吗？啊，对对对，嗯，啊，哎，还真是一个上消化道，一个下消化道，哎，对，凑齐了。我觉得先交代一下这个前因后果，故事背景，对，故事背景。白老师比我早啊，年中吧，嗯，那年初，年初3月份刚过完年的时候，啊，怎么回事？是这样，就上消化道的一点微小的问题啊，哎，啊，是胃食管反流是吗？对，胃食管反流，啊，然后这个就胃酸很严重，嗯啊。就很烧心，胃酸很严重，对啊啊，烧心很厉害，火啊，对，火烧火燎的，火烧火燎，抽烟抽的，但也不是啊，就这儿我可能就是说一句，就也不是说表示不敬啊，就首先向那个就之前奉金人老哥，嗯啊啊，对，表示悼念，嗯，但是呢，需要说一声，就是他最开始发现，就是自己的疾病，就是同样的症状哦。对，就反流非常厉害，嗯，然后烧心，嗯，之后去医院做了造影，嗯啊，发现了问题，嗯啊，这儿就还是表示一下哀悼，嗯，啊，但是就因为有同样例子在前，所以我就害怕赶紧去了，对，嗯，对，就开始的时候还没怎么反应过来，突然有一天就差不多过了半年啊，嗯，突然有一天哎反应过来了，我操，好像不太对，得赶紧看了，得看一下，嗯，过完年就去了之后呢，就大夫啊，微微一笑，说：“那个，你这个胃底酒精考验啊，哦，啊，啊，就胃底满满的都是陈旧性溃疡，溃疡是吧？对，哦，啊，说平时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啊，能吃能拉。哎，你是做胃镜了吗？啊，做了呀。啊，那做胃镜的时候什么感受？就挺爽的 啊， 啊，
就胃镜是从上边进吧？多新鲜呀！那是胃镜，你想从下边进吗？从哪儿进啊？从脖后，从脖后边进。上边离得近啊？是吗？啊。那你不想吐吗？他给你顺，他会往下顺。他给那个喝点麻醉，对对对，给喝点麻醉，然后戴上口夹。啊，就是你啊，对对，然后就一个大管子，又粗又长。哦哦，口夹，哦对对对。没事儿啊，淘宝能买到，是是，手铐也能买上，对。然后就又粗又长一大管子，嘣怼进去。他会就是比如说在你有这个。就是食管有刺激反应的时候，会给你再往这个嘴里倒点水什么的啊？不会，没有是吗？不会啊？那你就我挺顺溜的啊。对，那如果真有那种说不行，我突然就要吐了，那怎么办？吐不出来，吐不出来。你胃镜早，胃镜提前18小时不进食的，对对。但是就人生第一次深喉啊，就感觉还其实挺难受的，有点难受。哎，你做胃镜的时候，那个就医生。就是这个操作仪器的这个人在那讨论吗？一个人吧，啊，是就一个人是吗？你一个人怼我，一个人看着啊，对，就是操作是一个嘛，然后另一个在机器那边。是是是，但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见怪不怪，习惯了，对，职业性冷漠，哎，就跟咱俩那个灌肠差不多。哎，那我那做肠镜的时候，那俩人怎么还讨论呢？啥？就我做肠镜的时候是两个人嘛，那可能比较典型嘛，就是也是有一个人负责那个操作那个仪器，然后有一个在那个仪器边上看那屏幕嘛，然后但他们俩都离很近，就是都能看那屏幕，还讨论是吗？然后之后做肠镜的时候就开始看，然后突然俩人发现说我肠里有一块息肉，然后俩人开始讨论这个息肉是几型的啊、哦，然后之后就有点要这个争吵起来的意思，我看着反正也、啊，估计平时互相看不顺眼。你心里当时着急吗？听见这个，因为特别疼，我做肠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啊，你做疼啊？对对对，就是肠那块就觉得就是那种特别疼，哦、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他碰到我肠，也有可能是真的疼还是心理因素？就是真的疼，真的疼，是他应该是真的真的疼啊、嗯、啊！对，然后那俩人还跟那吵架，我就当时就特别不理解这个事情。胃镜其实就还好，反正就怼到底儿，怼到底儿，然后就各种操作啊、嗯、啊！我也因为喝了麻醉药，嗯啊，就所以说也没有太多的感觉啊、嗯。反正药是怪苦的，嗯 啊，是是是，拔出来了，然后过了8小时，嗯、啊，医生就说那个有两条道儿啊、哦、啊，第一个呢就保守治疗，嗯啊，保守治疗是什么呢？就是养着。道理贼简单，就养着就行了、嗯、啊，就活得健康一点。就陈静云溃疡呢，这个东西就跟你饮食习惯和你作息有直接关系，都有直接关系、哦、啊。但是呢，就是说看你这个逼样呢，我估计你改不过来，改不了了、嗯嗯、啊。那么有另外一条我给你选啊，就一劳永逸啊、嗯，怎么办呢？切掉下半个胃、嗯、啊、哦，就把那个胃旁路做一个胃旁路、嗯、啊，然后看了看我的体型，嗯，你还能顺便减个肥，减个肥。行，大夫还挺、嗯、啊，就是说这个胃旁路呢，就花点钱，嗯啊，花点钱呢，现在微创也挺发达，嗯啊，不用给你大开膛，嗯啊，就开几个眼儿，嗯啊，开几个眼儿呢，看你有多少钱，嗯、你如果钱多呢，就对，钱多呢就肚脐上给你开 啊，你钱少呢、啊、就开个3-4个的、嗯，这个就随缘啊，嗯，然后就还特别问我说这个耗材呢。就是有国产的，有进口的 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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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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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会有很多手术都是这样的。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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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路就一顿问，嗯，问完之后，我想说，就这个东西，如果再等等的话，这就别等等了。这对，这就没，这也养不好，养不好，那肯定养不好。就我这德行的，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能。对，这等等就真白给了。这，对对对，就咬咬牙割了吧，啊，有割了，感觉就也没什么，就是啊，顶多就损失点食欲嘛，啊。然后就当时是这样想的，当时是当时是这么想的，对。但是西总看着了，就我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月什么样？对，巨消瘦，而且不能吃嘛。对对，核心问题是不能吃，现在都不能吃碳水。你可以说说你这个流程，就是这个医生跟你说你要做手术，对对对对对。医生做手术之后，其实我就心里倍儿镇定啊，啊，就相当镇定，嗯，毫不紧张，就那个行，那胆儿还挺大的，是是，就大不了一死嘛，对。毕竟40岁了，吃的多见的多，是是是，就也够本了啊！吃多见多，然后才导致自己。但是，对对对对，真是真是真是，但是就是，就医生反正做完我站会儿啊，进入站着环节了，得休息一下，没你们接着聊啊！我尽快说完，然后你赶紧没事，说完赶紧走，你知道吗？
太痛苦、哎。我上手术台其实特别简单，因为就是这个对于那个就是医生来讲的话，就是胃肠道这个东西，它就很常规的一个手术啊，就不是、啊、就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手术，毫不复杂，对，嗯、就然后就是一切流程什么就进食进水。你也是手术前一天开始住院吗？还是手术前两天开始住院的、哦？还做了一些就是其他检查，因为就是还得查心脏 啊，对，就各种压什么的，对对对，要抽血，啊、对、啊，常规检查嘛，对，常规检查，万一就是说腹腔给你挡个眼儿，你呲窜出多高了呢？对，是，对对对对对。心电什么都得走一遍，对，都过一遍流程，对对对 对, 对，然后看情况是留院观察还是不能做。嗯、我旁边床有个大哥就直接不能做，因为血压太高啊啊，对，220。啊，他跟你是一样的问题是吗？他不，他也不是一样的问题，他是从胃到肠子，就是到十二指肠都有问题。白老师他们那病区应该是比较复杂啊，不像咱这专科医院是就只有看这个的，对，不外乎就这俩，是是，不是 A 就是 B。对我旁边的大哥就是那个就高血压220，最后就没做，没做，然后就退回去了，说你跟家将养两个月，去就吃点降血压药，调稳了你再来，对啊，然后就我跟大哥住两天，我操，深切的感谢就是同事们不杀之恩，你知道吗？那大哥那呼噜，去你妈！哎呀，我一琢磨，哦，原来我以前打呼噜是这样的，我操！行，集合是个包容的地方，就很我觉得很亏欠大家，之后就一切安排停当，就上手术台了。你是上午做手术吗？上午，我是早上第一台。哦、啊，早上第一台、啊，那还挺幸运的。对，8点钟推进去了，不用等。推进之后，麻醉师打着哈就过来了，嗯、啊，举个手，这是几？我说我眼镜摘了。啊。麻醉师啊，不要紧，这我告诉你，这是个手 啊。我说行，好吧。为什么麻醉师都那么贫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要让你太紧张。就我碰到过的麻醉师都特贫。我跟你讲，图一乐就是图一乐，你知道吗？就职业生涯也就在这儿找点乐趣了，要不然呢？他一天到晚面对一些就是不知道自己重症疾病，对，啊、要不重症疾病，要不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嘛？这种病人，你知道吧？其实，在手术室的这些医护人员啊。一旦病人睡着了，就开始啥他妈都有，你知道吧？挺没溜的啊，真是没溜，就不是说不敬啊，不是说不尊重病人的那种没溜，就是大家其实也跟咱平时上班一样，对，他就是上班嘛，逮什么聊什么，是是。其实很能理解，就是包括说那个我跟那躺着的时候，嗯，就那个。旁边俩麻醉师大哥在跟人聊天，说昨儿值班护士推错床什么的，对对，类似于这种推错床，对对，就讲一些那个就职业笑话，嗯，这样的。过一会儿大哥准备停当了，过来了啊，来跟我数，跟我数，你能数到20吗？你数到20，我算你赢。你还记得这些？对呀，然后我数了7，可能我就啊。就睡着了。你是也戴面罩吗？还是就直接就只是注射而已？他说跟我数到20的时候，把面罩扣我脸上。嗯，对，对。然后说那个你给我数到20，我可能数到7，然后我就人事不醒。嗯，然后记忆当中的下一个瞬间就是他扇我嘴巴子。醒醒醒醒醒醒起来，然后还伸一个手，这是几个？我没戴眼镜。啊，然后完之后就那行行那个。意识清醒挺好的，没事儿。我说对，麻醉真的特别奇妙、啊、就是前一秒你特别清醒，下一瞬间你就对对对，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对，然后就过去了，就你感觉你人生失去了几个小时，对对对 对, 对，真的是就失去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大哥可能看我就意识还可以，嗯，来攥个拳头。攥个拳头使不上劲儿，有时候是不是手是软的，对啊，对，就是攥个拳头，鼻子看小伙身体可以啊。啊，行，走吧，退回去了。嗯，退回去之后就躺那儿，就上拳套嘛，心电啊，嗯，就问我说要不要蹦，嗯，止疼蹦，止疼蹦，对，但是我没什么感觉啊，这时候才问啊。对啊，我没什么感觉，我没要。我们是术前问、啊、我们，对啊，我们都是术前问，就推到手术室就问你。我忘了是术前问没问过我、啊、对、啊、不是你做完了都迷糊的时候他问你，那不太那问题是我醒了之后我就一直清醒的呀啊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就看那心电在那儿嘣嘣嘣蹦，嗯啊，
过了一会儿就觉得那可不是得蹦吗？你要给人家卸？不不不，过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我就手痒痒，我就把那个就是夹大拇指的那个指甲摘了，然后护士就来了，护士推门进，干嘛呢？你要死啊！就是，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戴上了，戴上过一会儿那个什么就喉头开始发痒，这是做完之后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啊啊，喉头开始发痒，哎呀，我这没吃什么呀，嗯，啊。肚子上是热的，嗯嗯，什么意思？然后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就摁铃叫护士，嗯，护士进来，这回没玩指套，嗯，啊，看看我，干嘛？我说想吐，嗯，他说刚做完手术你也起不来，得六小时之后你才能，啊，你也是得静卧，对啊，你得六小时之后才能坐起来呢，嗯，我知道你想干嘛，你吐吧，侧身，啊啊，然后我一歪头，嗯，开始吐血。哦，就胃里残血，啊啊，就吐了几口，然后护士过来，把嘴擦擦，脑袋扒拉起来，换枕头走了。啊，嗯，对，头发上什么的就不管了，脸上，嗯，也没，反正脸上可能沾了点，给我擦擦，啊。对，头发上应该那就等你之后自己能下地自己洗就完了。对对对，差不多这意思。但是就是，就消化道手术就都是那个流程，嗯，啊，嗯，就做完之后，排残血，然后排气。嗯嗯啊嗯，这一套都排气，都排气，都排气，都经历过啊。对，嗯，这一套下来，其实我是第二天我就下床溜达了。嗯，对，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微创其实就是恢复，就健康的人体来讲的话，就恢复还是挺快的。嗯，啊，而且你也住了几天，而且你也不算岁数太大，所以不算岁数太大，恢复起来还是比较快的。毕竟也算小伙子，是是 大小伙子，对对，大小伙子。行行行，啊，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嗯还是挺欣慰的，旁边还有就是六七十岁的大啊，对，那种是就真的特别那个是那个是真衰弱，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剩下的其实就没什么可聊，就是拄着点滴架子下楼抽烟什么的啊，你还下楼抽烟呢？对，那个然后还，啊，还让保安给骂了一顿，啊，对，因为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就睡觉不规律啊，加上我睡觉本来就不规律，啊，是，对，嗯，就睡两个小时醒一会儿，睡两个小时醒一会儿，啊，然后醒了之后不知道干什么，就跟隔壁床互相掰到呗，看谁呼噜响。隔壁床那个那大哥离开之后就，就我隔壁床没人了啊，就空了。对，啊，你们是一个病房有一个病房有几个 人？一个病房有三个床啊，对，三个床，但是那两天就我一个人。哦，那还挺爽的。最后一天进了一个，但是我马上出院了。那很寂寞啊。对，没有啊。然后就夜里起来改文章啊，起来改稿，啊，是真的是改稿啊。对，改稿打发无聊时间，然后过了一会儿，哎，今儿又上来了，又迷又迷糊一会儿，我走会儿。然后夜里四点钟，夜里四点钟起来了，然后看稿都改完了，嗯，就也没什么可干的了。哎呀，他这个后台怎么还不更新？啊，怎么这怎么没人举报呢？啊，怎么没人举报？我看看这什么案发现场什么的。哎，那你平常你住院的时候，你做完手术你住院？平常我住院，啊，不是就是你做完手术你住院，然后这一天这个流程大概是要干什么呀？都这一天流程其实就是早上来护士那个，就是，查房，对，啊，查房，然后忽悠忽悠一半，哎呀，恢复挺好，行，可以做样本，然后忽悠忽悠走了。是大夫带着护士吗？对啊，就是那个值班主任带着那个，就是嗯，对，就一帮护士进来，一帮人，然后后边护士啊。我当时连裤子都没穿，有一回十来个人，啊，呼隆隆来，呼隆隆走，嗯，然后护士拿一大堆那个就是挂的药，嗯，进来，嗯，光光的混药，嗯，就是 啊，对，就给人感觉就是什么那个大袋子，我操，那个至少有五斤，嗯啊。就一个脸盆，对，全是液体嘛。对对对，全是什么液体，嗯，到最后就是整个人掉胖了，就那种感觉。嗯，没办法嘛，啊，前期只能挂水嘛。是是 是，就这样。然后就，但也不能吃东西，待了三天就出去了啊啊！我待了三天出去了，哦，就三天啊，对，啊，对。哦，那手术还是你记得吗？就我推着箱直接来那办公室，记得呀啊，那是第四天啊。对啊，我从通州院区直接出来，我靠，嗯，啊！单位对不起您，啊，那几天你是完全都不能吃东西吧？他不止几天了啊，不止几天。然后后来就那个，我买了一抽宝矿力水特，啊，不是那个脉动、嗯，买了一抽屉脉动，脉动不太行了，脉动有糖啊，有糖，嗯。然后就是后来脉动喝腻了，就改成其他口味的啊，嗯，脉动改成宝矿力，然后其他脉动应该找你代言，脉动喝遍儿，对，鸡胸肉，啊，是肉丸，对对对，就纯蛋白质，嗯嗯，就现在碳水也不能碰。是，就是消化压力比较大。也不是消化压力，
怎么说呢，就很奇怪，你知道吧，就是碳水能吃但非常非常少，非常少，就做完手术三个月之后，按照道理来讲已经就是恢复到一定程度了，嗯，可以适度进食了，嗯，然后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兰州牛肉面，嗯，那个面馆肯定没有问题，我做手术之前经常在那吃，嗯，做完之后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寻思，哎，去吃碗面吧，就吃了两筷子，嗯，出来一口全吐出来了。哦，是吗？对，对，就他家面肯定没有问题，这是一定的。对，嗯，然后他妈觉得很奇怪，操！吃完之后嘴里一股胆汁味儿，哦，就太奇怪了。那很痛苦啊，嗯，很痛苦。然后第二天不信邪，又吃一次，又吐一遍。我要是您，我就信这邪了。对，那店肯定以后再也不让你进了，就跟门口跟门口扶着吐找茬来了，吃完出门就吐。老板过来跟人说：“再来免费，再来免费。”没有没有没有，那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对，我吐完我得跟人说对不起。所以现在还不行。现在碳水是还不太行，不太行。包括说那个就是米饭也是，嗯，那就是稍微吃一点都不行。三天出院之后还回去复查什么的吗？对。就是过了两周之后回去复查一下，嗯，然后他们半年之后要有一个大复查，但我还没去呢。啊，这不是时间已经过了吗？对，已经过了啊，嗯。对，但是我还没去呢，我打算等月底，就十二月查一查啊，十二月去，啊。你复查是每次还做一下胃镜什么，看看里边？都得做全套，就还是那个术前那全套都做啊，做这么啊这么复杂？对对对对对，哦，嗯，但就是这个手术其实就除了吃不太行了之外，就其他方面我就还都比较满意啊，就恢复都还可以啊，就别的方面没有太大的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没有什么问题，嗯，对，嗯，对，就嗯，就心那个心跳也减缓了啊，血压也下去了啊，那挺好啊，对，但这个人也瘦了，是啊，嗯，也精神了，对。精神小伙儿，精神小伙儿还行。对，那这您看病的时候没问过吗？就是预后怎么样，会最后会不会就是和正常人一样什么这些？没问过。大夫讲说这个东西就是小手术，但关键就是之后你控制饮食，做完之后我他妈意识到了，这控制饮食不是等于不吃面呀？不是说不吃面，就是你别说控制饮食，你多吃两口我他妈胃都疼疼，哦，啊！那什么时候能真正完全好啊？医生说是这样的，就是他从诊七年，就做这个专项手术七年以来，嗯，遇到过两个，嗯，就是又把胃给搞坏的人，哦，又搞坏，对，其中一个是，哦，狠的，对，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术后第五天吃了六饺子，啊，哦，就等于说是把那个缝合线给撑开了，哦，这个有点牛逼，这太狠了，对对对，对，这也敢，这真是敢吃啊，嗯，然后就是。腹腔泄漏了呀，嗯，啊，腹腔污染了，嗯，然后大夫就把他那个就是腹腔的，就是连饺子馅儿的图片，对，都得清了啊，对，不是他那个就是上手术台，哦，把腹腔打开，然后把那个腹腔里的饺子馅儿拍一图片，哦，啊，是作为这个教学案例，你知道教学用啊，哦，对对对，嗯，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就其他的原因，嗯，其他原因就是这个手术之后就肠子有问题，哦，对。但其他的预后还都挺好的，嗯，对，这个是相当安全手术，大夫说比割包皮的安全。那，嗯，嗨，对，割包皮有出事的吗？我有、啊，是吗？有啊，有啊，割包皮有割断精索的，有。那完了，对，嗯，对，嗯，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住院经历，但是其实，但是听起来啊，其实觉得挺痛苦的，尤其是。就同样也是面对一个每天都必须得经历三次的一个吃饭这个事儿，我现在吃饭其实很佛系了，就吃一口两口。但它确实降低了生活品质嘛，就目前来说是这样，就是，让你没法从吃饭这件事上获得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了。但是我觉得我就人生前三十多年我挺满足了。对，嗯，别你别这样，哎，还早之后还能好，之后还能还早，对，看情况，也不能嚼完再吐了，我，嗯，是吧，嗯？不，那个有更惨的，就是那个。嗯啊，这个就之后再说吧。反正就是关于进食这方面，嗯，就大夫每天闲着没事查房啊，嗯，然后聊天讲，就是有那个就是一根管从上到下都一处好地方没有的人。哦，对对，那个就很惨了。那，哎，我发现那大夫吃饭也一点都不注意。太你像我做什么？我做那手术，我去年的时候，然后我那个主治医生就他每天都值班嘛，嗯，就是可能也他也做手术，然后吃点辣的，然后平常也那个在办公室，在他那个办公区里边待着。嗯嗯，我有时候中午从那儿过，我就连续三天啊，嗯，中午看他跟那儿吃肯德基，啊，吃完肯德基就在电脑上玩九七。
我就特别诧异这件事情了。没有，就我们那个病区特别逗，因为都是那个都是消化道做手术，嗯啊，然后就是会出现一个奇景，嗯，就是你看着哪一个房病人玩命的点，嗯啊，这是术前。啊、还有两天、啊、你知道吧，就赶紧再快活一下，赶紧快活一下。就是你完事儿之后就身体里不定哪块就不属于你了、嗯、啊，对，如果说那个就做了腹腔镜然后再发现点别的，对吧， 嗯啊，那问题更大了，嗯，然后就术后就是愁眉苦脸啊、嗯、清汤寡水就在那看着、嗯、啊，有的连是水都不能喝、哦、对，有的做完水都不能喝，包括就是我们那个病区主任查房的时候，嗯啊，千叮咛万嘱咐，喝水要一小口一小口喝啊、哦。对，也是防止吐。对，防止吐，就是也不是说吐，他是担心就是大量液体的冲击力，因为你术前喝水你有习惯呢，嗯，咚咚来一口，就容易把那个缝线给冲开。哦，对，就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未必缝合，它除了缝线之外还加钉，嗯啊嗯，但是这个东西它毕竟也不是说那么牢固，都是生体材料，是啊。如果说你冲击力太大的话，嗯，再见了。哦、对对对，很麻烦。对，腹腔就是谁也不想再来一下。是啊，缝合线一崩开，腹腔污染得大开膛，嗯，还是挺吓人的。是啊，那白老师赶紧复查啊，看看最近恢复怎么样。行，嗯、所以老白，你现在就是胃比较小，这个容量。对，就那个完了之后两周，就大概意思就是一拳吧。哦，就人的胃原本是有弹性的，是啊，他你看那个吃播。那些、嗯、如果你狂吃的话，你的胃会越来越大。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这个做完就是把胃底切了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有弹性。而且其实不光是体积、哦、不光是这个容积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胃本身它有一个构造，有一个形嘛。啊，对对对，它切掉这个之后，其实就等于改变了、啊、不完整了啊。对对对 对, 对，是对，它就会变得，就本身来讲的话，它容量就会变小，然后又不利于扩张、嗯、不知道它会不会直接就是进小肠，或者就是可能更快。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全胃切除的、嗯、有一些病例就比较严重的，全胃切除的都是直接接小肠。嗯嗯，对，那不就真的是几乎吃不了什么东西吗？他会把那个就是小肠上端、嗯、就幽门这个部分、嗯、游离出来做一个小弯、嗯、啊，起到一点容纳食物的这样一个作用、哦、但是其实起就实际作用是起不了多少的。嗯，聊胜于无，聊胜于无，那种就更惨了，那种就是有、嗯，那种是有术后一年就是掉70斤的，嚯、嗯、啊，就是一般体重，还不是胖子啊，那术后一年掉70斤，那真的就真皮包骨了，对啊，对对对，嗯啊，所以这种上消化道的问题真的是嗯很痛苦、嗯、对，这也没办法，其实是为都是为了年轻还债嘛，嗯、啊、都在还债，对，我也还，年轻时候太浪，对对对、嗯、对、嗯，但是就我至今怀念我术前就是吃最后一顿饭。什么呀？你吃的是？就是院区旁边有一个就是正经的广东人开的烧腊馆子、哦、啊！行，术前最后一顿我自己一个人吃了100块钱叉烧。我觉得这个就是网上当时流传特别火，就是说这个死刑犯啊，死前的最后一顿饭吃什么？我觉得也应该拍一个，就是做这个胃部手术的患者啊，做手术之前吃的那最后一顿饭是什么？那你妈，我跟你讲，我操，我隔壁的那个病友，我操，比我晚一天做手术，嗯啊，就我跟那儿晾着的时候，他妈来一食盒，你知道吗？那食盒他妈高度到我腰，我操！啊，可以，就大哥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狂吃，那可真行。就反正第二天你就得进食进水了，就今天不能、今天不能亏着。喝喝泻药吗？不用是吗？喝也喝是吗？也喝啊，你们也要那个也喝、哦、电解质如果汤，嗯啊，对 对, 对，就是温的保恒力水特。一套下来，那玩意儿他妈难喝，是巨难喝，哎呀，太可怕了！您敢说您那个难喝？我操啊！嗯，我那个真的是啊，天下病友是一家，你气750毫升无法溶解的没有糖的感冒冲剂啊，对对，嗯，行了，上下滑道就这样吧，是、啊、我们主要想听下，进入下一站，开始往下走，是、啊，要不您再站会儿？我待会儿肯定会站的、我看您现在正襟危坐的样子，就是我没有坐着，我现在不是在坐着，啊、是那样扶着，是就是你像我。前几天跟病友换完药吃了一顿饭啊，就是我们共同庆祝哦，嚯，庆祝出院之后回来，这个换药大家都穿的便装啊，对，
然后当时认不出来了，一张面上还真有人没认出来，是啊，当时穿的是以这个站姿，我们来判断是不是病友，根据站姿区分，对，太牛了。然后呢，当时我们一块吃了一顿饭，是那种坐的小圆凳啊。然后我就觉得呀，当时如果有人把这凳子撤了，我不会摔倒。啊，我是在扎一个马步在那儿，是，对，所以就是腰马合一嘛，对，行了，我的重心特别稳，对，感觉其实这个虽然做了一手术，但是我不需要这个之后再回健身房再特意练腿啊，做了手术全件儿就肌力还在啊，是，我也先交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之前咱们住院那期说过，跟核聚变有关系，对，说过这个毛病，就是去年的时候说的，但实际上。我已经记不得就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我有这个病了。然后从我知道说它变严重开始，应该是2017年。嗯，哦，2017年有一次，两年前了，印象特别深，是为了 COD 去香港，然后参加一个那个试玩活动，应该是二战吧。啊，对对对对。然后呢，二战下了飞机之后进酒店，嗯，然后从厕所出来我就觉得不对劲。啊，嗯，就是很难受，嗯，就是胀得很难受，肛部对不太舒适。然后呢，当时擦了一下，有点血啊，然后冲洗完之后呢，第一时间拿出手机开始查知乎，就都是这样嘛，就是一点小的问题，我得先在一些地方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跟我有同样病情的问题的，啊，然后去找一些原因嘛。哎，后来查了一下，其实这个病啊。就大家也都知道，我也就不再反复说了，就是这个防止可能有人觉得听了之后心里不舒服啊。就查了一下吧，它分四期嘛。啊，对对对，分四期。然后从我那一天开始，我意识到我这可能进入三期了。嚯！啊，就是得自己对，就那个时候已经三期了。对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大概说一下，就说这个一二三四期怎么回事？痔疮的这个四期啊，这个一期呢，就是它在比如说以内痔来说吧，就是它在你这个。肛门的这个比较靠里的位置嘛，就比较靠上的位置，有痘。然后呢，对，就是你正常排泄什么的，它也不会出来，它没事。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啊，但是也无所谓，甚至于没有感觉啊。对，然后二期呢，就变成了就是它会有一个阻碍，就是你排泄的时候它会出来啊，它会探小荷才露尖尖角。张起灵那表情，谁叫啊？什么事儿啊？就那种，对对对，就是他会出来，但是你排泄完之后呢，他会自己回去啊。然后三期呢更严重，就是排泄时候他还是会出来，而且人面桃花相映红，是吧？他不会自己回去了，你得用外力，啊，对，用对，就是这样的，他就叫推回去，可以推回去，啊，对对。然后四期最严重就是他出来之后你也推不回去了，是，哦，就是在外边了。因为真到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主动的去处理他的话啊，就是真的是坐立难，就是你坐着就会很难受，是，嗯。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每天吧，几乎就是你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是，对，你每天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你要处理它。然后你想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就是2年嘛，嗯。然后去年的时候跟娜娜录那期节目的时候，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变成习惯了。其实这个很可怕，就是你每天已经就是感觉不到什么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了，就是每天你都要处理它，而且日常就是你随着这个时间的往后推移啊，它是否变严重你已经意识不到了，你只能知道就是哎今天出血了，嗯，然后这个出血呢可能哎我连续七八天，然后到后来变成连续十多天，我那么严重，对，我都要有意的就是可能我需要上厕所的时候我留到家里哦，然后这样呢上完厕所我可以就是洗得比较干净哦，然后再去处理它，然后可能但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很严重的影响到生活了，就挺严重的，生活质量其实比较受影响，是，对，然后再到后来，其实最近一年我没出差，对，我基本哪儿都不去，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给我造成的影响会比较大，是，因为长时间的坐飞机、坐火车也好，都会肯定会诱发这个，对。然后呢，今年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啊，国庆啊，然后呢，喜迎国庆，对，喜迎国庆，上完电视之后发烧了。我三号发的烧吧，二号晚上发烧，嗯，从烧完开始，因为就等于其实身体有一些炎症啊，然后等于哪儿都走，嗓子
也有、啊、然后这个就是呼吸道嘛，上呼吸道有点问题，就全身性的炎症了，一直很严重的咳、哦、然后上边咳呢就带着底下也跟着、哎呀嗯、对对对就不行、啊、然后等于从四号吧还是五号开始就是出血，然后我数着日子连续出了24天，而且每天的量都非常大，连续24天，连续24天，导致我天，我天天喝水，疯狂的补体液，就是、啊。大哥，你出血你也不能狂喝水，得喝水，确实确实。不是你补点别的，你这不这这该吃还吃嘛，但是确实喝水，然后吃的上面特别的注意啊，就是只能靠这种方式嘛。但是后来我也觉得它真的不是个事儿啊啊。真的不是个事儿，而且中间还经历了咱们一块儿去杭州，去杭州，是去杭州的时候，我还跟娜姐说呢，我说这个、对，这个就是我跟娜姐说，我说去年我还笑你呢，就是是娜姐是在厦门，去年厦门厦门，厦门去年今日此门中嘛，对去年娜姐在厦门的时候犯了之后，在就是在宾馆就趴床上趴了一晚上，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还问我说你这有这么严重吗？就是，然后到了今年此时。我在和一辩在现场蹲着跟大家说，我说该我了。回了北京之后，立刻几乎是就是等于在杭州的时候，我就问了好多人，就包括景之前也做过这个手术，然后有一个邻居也做过，然后相继咨询了几个，有的人是在小医院，有的人是在正经的二龙路，就或者是三甲医院做的，科班出身，对，大概咨询了一下，脑子里有了一个印象，就是术前啊、术中、术后康复期如何如何，好，有心理建设了，然后我就挂了个号，而且挂号之后呢。很神奇，就是从挂号那天开始不流血了啊，然后等了一礼拜啊，对，有很多病都是这样，对，就是你不去医院的时候吧不行，然后去了之后在医院的路上就渐渐的开始好了。你就去年赵夏那个脚不也是吗？ 对， 对，然后当时我们赵夏那胃痉挛也是，对，当时我们尴尬，我们就开玩笑，每到核聚变必须得拿出一两个祭天来，是是是，对，然后我就去了嘛，去看病，其实因为这套流程倒是还挺熟悉，然后那个挂完号，然后跟大夫交代病情，哎，最早什么时候犯的，然后最近的程度怎么怎么样，就是很默契，我们两个人没有过多的任何一句话，也不耽误时间，对，因为有的时候做门诊大夫特别怕你跟他唠里唠叨，他说没理，说不清那患者自己，千万别唠家常，是，就说症状就完事儿了，你就是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经验，你就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怎么样，然后症状如何，然后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之后等大夫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哎，如果心中有疑虑呢，那就是等他把这个该了解了解完你再问，是啊，虽然说到那时候也没什么用了吧，对，我这个我插一句，就是我当时在厦门的时候我不是犯了吗，对，然后就我第一天的时候我还以为不是就是肛周脓肿啊，然后我就睡觉了，但就很难受，第二天早上起来我醒过来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操又是肛周脓肿，然后我就赶紧就是问赵夏说那个厦门有哪个医院，当地医院就是能看这种东西的，然后我就打个车过去了，然后挂上号，当那天医院人还挺少，就还挺好的，然后我直接就去了，然后那个医生问我说那个你怎么了，我说我肛周脓肿了，然后医生就很诧异说你怎么知道你肛周脓肿，那门清的，然后我连看都没看他，我直接就往那个床上一躺、啊、我说我以前得过、啊、老兵啊，老兵可太厉害了，我这个呢反正就是说完之后大夫也就是很默契，你这也得做手术，我说对、哎、我就是想做手术所以我才来的啊，然后说上床吧，啊，看墙上那个图那姿势啊，对对 对， 对，都是那样的，那姿势特逗，对，是对侧躺，对，然后呢抱膝，对，不用说抱膝啊，全腿，然后上边这条腿呢要比下边这条腿更接近你的胸部，对对对对，然后把下边暴露的非常充分，对，这样方便大夫一个手指头能很顺畅的进入，然后倒过了一下就说行吧，然后说回家等着吧，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说这个病啊就是从做手术之后大概多少天我能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活动怎么怎么样、啊、看病吧，对，我说大夫就说你这个住院至少得7天、嗯、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嘛，就是和我之前了解的可能也没有太大出入，这都非常成熟一套流程，对，然后呢出从医院出来之后我就想，我说能不能快点进去，能不能快点入院啊、嗯？但是这个过程持续了，就是我等待了8天、嗯、啊，
这个中间还我印象里也差不多也是一周这样。对，因为其实特着急，是中间这段时间就是没有任何结果，然后就心里老犯嘀咕，有一种还不让我住院，对对，有一种就是马上要判刑，但不知道判几天那种。然后这个往后稍微插一句，这个我临手术之前，嗯，最后一次上厕所，我还有点怀念这个感觉。我操，记得那么清楚。对，就是这怎么跟我怀念最后一顿饭似的？对，就是就还挺顺畅的。就上完厕所之后冲了一下，然后擦了一下，然后当时我心里想的是有一点感伤。过了今天晚上，我就再也不用这样，就再也没有这个对啊。对，但没有想到之后一个月更麻烦。是，对。然后是这样的啊，这个门诊看完了之后吧，他会要求你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系统检查，就跟刚才白老师说那一样，嗯、一个大全套。然后呢，这个检查就是，如果说这个听节目的各位可能也会遭遇到这个麻烦的时候，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在第二天去检查的这个之前，系统的安排好每一项检查的时间，对，先后顺序，这个特别麻烦。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第二天的常规检查，然后包括这个专项检查里边有很多要求你空腹，对，嗯，有很多要求你连水都不要喝，但其实我喝了 啊，对，这个少喝一点没问题的啊，嗯，然后有很多呢是要求你一定要在某一项检查之前做哪项检查，比如说这个已知性的检查，对对，这直肠镜的检查是你一定要先留好大便，嗯，一定要先留完尿，之后最后再做这项，因为你在做已知性之前要灌肠，对，你灌了这个查完之后，等于你的这个大便的检查就没了，不准确了，啊、对对、嗯，那肯定不准确，因为他做这个的要求就是让肠壁尽量干净嘛。对，然后空腹的检查呢，就包括这个血常规。然后包括平片可能也需要你空腹，是，所以就是你安排好这个时间。嗯，医院给你开那个检查单子上建议你几点到几点查什么，这个说实话有的，嗯，你赶不上。对，嗯，对。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有些专项检查，它上午的结束时间非常的早。早是，对。然后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在头天这个挂完门诊号之后，在各项检查转一遍。稍微问清楚了，对对对，这样省时间。每个医院它每个科室的安排时间都不太一样，对啊，省着就是你第二天查，你有可能因为某些问题，一些检查没结束，你对对，第三天还得再来一趟，这个很麻烦的。是，而且有个别的那些查的东西，可能他只能上午查，因为他下午之后要把东西都送走。这个大全套，你按照一般的来说，应该是在两天之内。是，就是两天之内能把所有东西都做完，是，但是如果你稍微拖一拖呀，或者说有的没安排好，可能就需要三天。对对，是。然后去检查那天就特别逗，去检查那天我也是，就是刚一开始有点蒙圈，有点晕车。他这个我特别着急嘛，按照他这个时间走，然后到了有几个这个检查排队的时候，我发现就根本不能按他那个来，哎，所以我就自己调换了一下顺序，然后去看了一眼，哎，然后是到哪个检查来着我忘了，然后到那边就发现有很多人啊，就像娜娜之前说那种，嗯，虽然没住院，但是走路姿势非常的特殊，对，就是你看他双腿之间就是感觉这个夹着大概四十度往上的这个角，哎，然后这个心里要扑了，跨着走啊，就跟那个平时咱们走路玩，然后看见那个禁止车辆进入的时候，那个石头墩子，就你非得跨一下，就好多人是这么走路啊。我说行，这个横行的姿势之后应该都能见着啊。是是。然后呢，有一个大爷就特别着急，我估计可能他是因为疼，嗯，又或者就是可能天生这个脾气比较暴啊，这种就跟这个外头就嚷嚷啊。这灌肠室在哪儿啊？说这个，然后就有人特热心的给他指嘛。其实有很多病在等待检查的时候就心理素质就可能就会崩一些啊。嗯，然后尤其有些年纪大的人，就是咱们就该让就让吧。是是是，不管是插队还是给你急什么的，我觉得就没必要在医院里边着急上火。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有一些人呢，就是要不就是因为工作问题，哎，放不下或者什么的，就是一直在打电话。嗯，然后我记了几个人特别逗的啊，有一个呢就是你这就开始积累素材，对，啊，你看我这全记着呢，我从检查的时候就开始记啊。行，我操，我看这个得有他妈三四千字，我对，有一个大哥特别逗，嗯，就是那个当时等待检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没法直着腰走路了啊，那弯着，对，弯着腰在那走，然后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应该是等着大夫叫啊，然后他电话里是这么说的，说你等会儿那个给我个机会，你等我这轮把这个给我机会，对，你等我把这个最近这轮融资搞完，我就去做手术去，行行行，对，然后这个就是走路的姿势越来越慢，就是那个走路的这个速率越来越慢，然后越来越艰难啊，嗯，然后还有的那种就是还有一聊天的一个老大爷就说他是陪家属来哦，然后就说那种说，哎，你坐这儿，
然后边上有好心的小伙子嘛，就说大爷您坐这儿啊，我不坐，说你们这个病我可不坐，这玩意儿传染。然后那个，然后有年轻的嘛，就说大爷这没事儿，说这个病不传染，说漏和痔其实都没事儿、啊。说我不去，我可不敢坐，我之前可听过说这个好有的那个什么梅毒什么的也得这病，我可不能坐。完了，这骂一屋子人。我当时虽然听着有点别扭，但我也知道他就是嗨，就这性格嘛。但我也希望就是在相关的这个谢谢、嗯、相关的这个疾病上，我觉得科学普及还是很重要的。相信科学不迷信啊！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种是另一位老大爷，也是陪着老伴来的。啊、我估计可能这个和我们不太一样的病。嗯。然后是等着这个照片子。然后说照完之后说嗨、哎、你这没事儿，说你看黑的才是癌呢，白的都没事儿，说跟我回家吧什么的啊，有这种的啊。然后还有的是说啊，还有一个就我觉得挺逗的一事儿，就是大家都在等着嘛，说期待是查完了赶紧住院、嗯、然后有一个就说他认识的一个朋友也是来这儿看、哦、然后说太严重了，说检查完之后办了住院，然后第二天这个人走了啊，就不住了，说被吓着了啊，然后当时就决定说就跑了。哇，那严重到什么程度能把自己吓跑了？我也没问人家啊，对，然后就走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这个对这个手术未知的恐惧啊，嗯、真的是就是咱们可能理解不到。嗯，裤子一脱，弃子之歌。对，是啊，嗯，所以怎么说呢？可能人的心理素质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去统一，但是面对这个疾病啊，我觉得咱们还是谨慎和科学的对待。嗯，能治还是治了吧。是是是，对，这个虽然说这几天特别痛苦，但是我觉得做这个手术是个正确的选择。物有所值啊、嗯、对，战胜恐惧就是对吧，对，微笑着面对它。对，然后呢，我那一天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灌肠这一步，就是前面其实都没什么可说的啊、嗯。到灌肠这一步呢，是所有人的这个你从他空洞的眼神里边都能看到恐惧。空洞的眼神，我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检查很痛苦，是而且是高光的眼神，对、啊，而且真正痛苦其实不只是在灌肠本身啊，你之前还啊不是这不只是在乙直径本身，之前还要经历灌肠这一步啊，嗯，而且就是他的这个。人类你从里边啊出来的这些人的面部表情上就能感觉到是非常不舒服的。嗯，就是娜迪亚当时是肛瘘啊，你是不是特别疼啊？我其实那个肛周脓肿破了之后就不太疼了，对，就没有疼的感觉。啊、当时我听他们聊的时候说，有几个肛瘘呢进去说直叫唤，那是特严重、特别特别疼的那种。啊、对，但我进去就我主要的不是疼，我主要的是一种就是胀的那种感觉，对，就特别不舒服。就你的这个下腹部对这个位置，因为它是把这个应该是生理盐水，嗯，就把液体从你的这个肛门部位，就跟就是输液，就是捅进去，输液不是扎针了，是直接捅到你对对肛门里边儿，对啊，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胀，而且他要求你不止排一次，对啊，他是这样的，他要求排干净吗？他是要求你两到三次，最后再去查异直径，对、嗯、对。然后就是我等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也别看人家，给人心理压力挺大的啊。但是我灌完肠出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所有在座的人那个眼睛齐刷刷的全都瞄向我身上。就是好像大家其实每一个从这灌肠里边出来，大家都要看啊，都要看说，就这个人疼不疼啊什么，因为都特好奇。对，这个本质其实就是集体受刑。是、啊，然后灌完肠之后，他不是给你呼一块纸吗？啊、就说你忍一会儿，你憋一会儿，然后再去排。啊、是、啊，然后就我也不想当时特别尴尬，就是还是想保持一点风度，啊、所以我没捂着屁股出来啊，就是故作镇定的，然后这个、啊、坦率的出来了，对、啊，这个腿迈着直线出来，然后看这椅子我就坐，然后我坐了一下，我腾就站起来，坐不下去，啊、就真的特别难受，对。啊对，然后反正之后就是上厕所嘛，上完厕所、啊、然后就再来一轮，一直对，再来一轮，然后就一直静，哎。然后查的时候，反正大姐也挺使劲的啊，但是他们倒没聊 啊，就是然后这一部分就结束了。那说明你是常规病情。对，然后还有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最后整个检查完了，然后擦一下再走嘛啊，然后发现边上那个垃圾桶是一个巨型的垃圾桶，里边全是纸和血。哇，就是其实这个病感觉这个受苦的人也挺多的，是是是，只不过就是平时大家是看不出来啊，表达不出来的这种。是，然后等了一周嘛。啊，对，还等时间挺长的，对，就等了一周嘛，然后最后办理住院，然后
住完院，就是当天去办住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各式各样的人全都有，就是年龄跨度非常之大，人生、啊、人生百态啊。对，然后有一个老爷子应该是70多还是80多了，就是话都听不清了。哦，对，然后护士小姑娘就是脾气还挺好的，就一直特别大声的跟他嘱咐怎么怎么怎么样。哦，然后反正我们也让嘛，就是说老爷子来了，啊、所有的是该量血压什么的，您先来啊，什么这种。当然这个你在交费那儿还是能看见好多插队的啊，然后办住院的也有那种就是假装哎那个冲到前面来说问个什么事儿，然后两下他就对，然后问完了他又不走了、哎、对，也有这种的，反正各大医院都有、啊、常规操作，对，反正也习惯了。嗯，然后办住院的时候这个办完卡，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我看见最惨的一位大哥是拄着双拐来的，哟，他腿那么严重，他腿没事儿，我特意看了一下他腿脚腕什么全没事儿，然后就是左边腋下架着一个拐啊，右手拄着一个登山杖，嚯啊！然后就在这儿办着住院，双高、啊、对对，双持啊，办完就直接进病房了，换衣服啊，然后流程什么的基本都差不多。然后我进来的时候，我是48床啊，我隔壁49床一个小伙子啊，精神矍铄、嗯，然后。精神小伙，精神小伙。然后当时他应该已经术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了，然后能正常这个双腿直立行走，然后顶多就是上完厕所可能会比较疼，嗯啊，这个。然后我和47床另一位大哥，就是年纪比我长一点，40多岁啊，我们俩是一块儿来入的院。然后呢，这个49床这小伙就给我们很热心，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之后的一些事情什么的，嗯。然后呢。这个那就等着吧，因为头天住院第二天就手术、哎、然后相关的流程什么的护士会给你交代的很详细，是，然后就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中午可以好好吃，嗯，然后晚上就不要吃了，或者说晚上稍微少吃一点点，嗯，然后几点之后你要开始喝这个清肠药，对对对对，然后那天晚上其实是特别痛苦的，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娜娜吃的那个药是能让你拉几次，我那感觉至少3回4回，我也是啊，而且我那个药特别难喝，他是要求你1个小时之内啊，对，我那哎，都是，但是我看你给我发照片，咱们俩喝的药好像还不一样，我那是棕色的，我那就是一大杯温的没有甜味的宝矿力水，我那个是苦的啊，是吗？就特别苦哦，对，而且冲不开，哇，所以就是你每次喝完半杯，你发现底下全都沉着那些那个，那太绝望了，对，最后悬着液，你知道吗？还得把沉淀物喝了，对，然后你和了和了，你再兑上750毫升的水，然后喝完之后，夜里其实就是这个啊。对，这个翻江倒海，哎，人体滋水枪，对，斯普拉痛是吧？对，我在杭州的时候，他们那个泡泡他们就叫我斯普拉痛，对，就很痛苦嘛。然后反正就这么着吧。这个排完了之后，第二天很早就起了，然后一直到这个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二龙路医院是这样的：4点多的时候，护工大哥就进来了啊，是，嗯。他就是拿你的壶去接开水，然后这个术后的病人呢是要熏和泡啊、哦，然后他会很早的叫你起来，先泡，泡完之后呢，然后拿这个水管子给你冲，清洁完之后问你就是或者泡之前问你有没有便意啊，他会帮你做清洁哦，清洁完之后每天早上喝这个多少忘了是多少克的这个服松，就是帮助你软化大便的聚乙二醇，嚯、哦，喝完之后你可以再眯一会儿。对对对对，在回笼觉儿，对，然后7点前后的时候吃早餐，吃完早餐你就别睡了，因为8点的时候查房，嗯，然后查房之前护工大哥会帮你把床头柜全都收拾干净，说你不能放这些充电的这些，对对对对对对对，医院都这样，反正整套流程下来就是你上午就别打算休息了，而且8点多还得换药，嗯，换完药之后扯会儿蛋，然后吃中午饭，你可以下午再睡嘛，嗯，就是这个流程，然后。团结紧张严肃活动，对，是对，我和47床的老哥，我们俩早上起来呢就很焦虑、啊、起来之后说等当天手术嘛，然后就一直没叫我们啊，然后我们就这么耗着，嗯，然后呢就是扯会儿家常啊，聊聊这个双11打算买什么，但其实心里都很焦虑，对，就很着急、啊、很着急，就是想赶紧做完，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做完手术之后你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动，对对对，那段时间更痛苦，哎，是，后来我跟大哥说，我说转念一想这也是个好事，你第二天趁着护士不在你就早点下床呗，就只能这么安慰自己，然后12点多其实才进手术室啊、嗯，
然后中间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腰麻，我是腰麻啊，我也是，我是在那个、啊、就大概尾巴骨那个位置，对对 对, 对，都是扎一针，对，然后之后戴面罩，我不戴面罩啊，你是半麻，对啊，就局部麻醉，你是对，哦，我是全麻，我就是腰麻，然后躺在那儿听他们聊天，哦、然后那个还就是都下半身毫无知觉，对，查我那个主治大夫，我说哎，你这么有魅力，说不是大家都喜欢你什么这种。什么？对，就是病房里护产，那个手术室里护产嘛，是很正常、嗯。对，而且特别尴尬的是，头天我发微博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有个大学同学就在楼上。然后我手术当天早上起来，他还过来看我。我操，真去看你了，真来看我了，社会意义上公开处刑。对，还挺温暖的，他没给我照相，我还挺高兴的，非常的感谢这件事儿。然后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就听他在隔壁屋跟人家扯淡聊天呢。啊，没事，你知道你那个床上躺的这人，哎，他上学的时候怎样怎样，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吧。然后手术的时候，我对面就是墙上就挂着一个表，我就一直盯着那个表啊，就看那个时间嘛。我手术大概半个小时就给推出来了，哦，然后很快的。我倒觉得还有点慢呢，是吗、啊？对，然后手术过程中，虽然说你关键部位没有感觉啊，但是实际上你的下腹是有一种牵拉的那种疼，啊、就很坠，因为毕竟手术部位之后它会有一个直肠的牵拉嘛。是是是。嗯、然后推出来之后就上床躺着嘛，嗯、当时我还挺自豪，我说左腿我竟然能动，啊、然后我是自己挪上去的，对。然后上去之后跟白老师一样，嗯，六个小时要绝对的静卧不能动。对对对。但是。其实到三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就有点忍不住了。那肯定躺不住，就是也有点出汗嘛。那个被我盖得特别严，对。然后我特别感谢49床那个小哥，当时还特别热心。我说那个，因为左边挂着水，右边上着泵，对。然后我唯一能动的就是脖子和嘴。我说麻烦您那个把我 iPhone 解锁了。然后帮我打开微信，我说点这个人，然后摁一下这个语音。然后我赶紧跟家里人交代一下，我说做完了你别担心，因为之前我没跟他们说我进手术室了啊。对，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左手的挂水没了，其实就是也是止疼嘛。对、啊，然后玩会手机什么的。过了六个小时，可以稍微侧着翻点身。对，然后等于这一天其实你也干不了什么，顶多拿这个吸管喝点水。是。嗯，真正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当天做完手术啊，下体一直在一个精神紧张的状态啊。嗯，这个状态下你尿不出来。啊，对，这个问题很大、这个其实是神经性的，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问题，而且护士会时刻的关注你24小时是否有排尿。对对对。然后我呢也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也特别想尽快的这个建立体液循环，你知道吧？汗出不来，我好歹让我尿出来啊。但是恰恰我是三个床里边尿的最慢的一个人，哦，对，就是也活动不了，然后我就急呀、啊，我一宿喝了三壶水啊、哦，然后呢没尿出来。然后呢，我就特别着急，夜里呢我又睡不着，而且我当天晚上真的特别疼，嗯，我比47床的大哥可能疼得更厉害。我叫了护士，又扎了一针，哦，才睡了2个小时吧，嗯。然后后半夜的时候就索性一直没睡，就老想着说能不能小便尿出来，尿出来，然后就一直没尿出来，就反复兑水跟这喝。那这也太焦虑了，对，有水碱我也不在乎了，我就全给喝了，嗯。然后特别逗的一件事呢，就是换姿势嘛，啊，就护工说你可千万别站着。说实在不行啊，你就在床上跪着，你试一试，说找找姿势啊。然后右手我还上着泵啊，就是找姿势嘛。后来这个护士就说呢，你不能下地啊，你不能站着。就他说你不能下地站着啊。然后我觉得当时呢，可能麻药劲儿没过，我傻了啊。然后呢，我就在床上站着。我给旁边俩床吓死了，什么路呢？这是我感觉呢，当时天还没亮，然后47床大哥醒来之后看见我，可能有点害怕，一尊铁塔是吧？对，我，你想啊，我等于后半宿的时候，我在床上站起来，就是反复站着躺下，站着躺下，折腾了3次吧，嗯，还是没有哇。那然后对，然后第二天早上了，已经第二天早上应该是7-8点钟了，嗯，然后我还是站，我又站起来了一次，嚯！我站起来一次，就还是跟床上站是吗？然后护士进来了，说干嘛？啊、说你可别站床，你还不如在地上站着呢。我说行。然后就这么真的是折腾了接近24小时，我第二天等于接近10点的时候，我才顺利尿出来。但这样的事儿其实发生在你身上有点不可思议，说这不这个你身体当时已经不由得你自己控制了，你控制不了那块肌肉啊，因为你前后其实是连着的嘛。就是很少有人能够主动的单独控制一边，对，很少，这他们也没法体验，对，你控制不了，所以
所以这个是我头一天应该是感触最大的一件事，就真的很麻烦啊。对，然后其实后几天的时候，就是更多的这个事儿啊，发生在这个常规换药和日常的这个护理啊、嗯、这方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在头一天，就是刚住院和这个术后第一天的时候，还都这个很羞涩、嗯、啊，这个心中保持着一丝的尊严，就放开了说对，就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聊的是这个心中有个底线吧，啊，不会越界，就说哎，您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伤口顺不顺？然后后几天就都互相拿着手机，还说哎，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多顺，就大就对对，就这个大敞开了就对。然后大家都聊说，哎，你可不知道哪床那都快够着那个哪儿了什么，就这种，就是一种特别洒脱的状态，是吧？特别洒脱，大家非常的开放。然后在换药的时候也是啊。然后换药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这个不经意间啊聊起来奶床最严重哦，嗯，就它会成为全宇宙的中心，嚯，大家都会说哎，然后有人就说谁呀、啊？说你看就看那个就开始描述它的外观啊，然后说戴不戴眼镜啊，然后高矮胖瘦啊什么全出来了，说你看这个人进去换药的时候咬一块毛巾，说你看就他最严重、啊，然后下次换药的时候评选对，下次换药的时候就是前面还招手哎。就他给我看一看，然后有二龙路海选，对，漏王，对，然后有的人呢，就是不敢看啊，但他又很好奇，就是那种、啊、看一眼，哎呦，眼睛回头然后过一会儿再看一眼，对，然后我挺好奇的啊，我就看了一眼，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肛瘘还是痔啊，这个。你真正看到前面那个人换药的时候，你才知道就是自己经历了什么。是，对，有一位大哥深渊巨口，对，哇，对，黄金深渊嘛，对，神秘海域，对。然后有一个人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两侧都有瘘啊，而且就是因为一般都会说这个走向嘛，对啊，六到九，哦，啊，几到几，三到几这种，它是一个角度的问题，然后。有一大哥两侧都有，而且开口非常的大、哦、所以导致他的换药和常规的这个就是小这个是那拄双拐大哥吗？不是，是另一个人、哦、就是他和常规的人不太一样，一般的人可能口子小呢是一块药棉、哦、然后一块棉片、哎、盖上之后对对对然后给你一个类似于钉子裤的一根绳、哦、嗯，护理带他叫固定上止血带、啊、对对对带子就是你从后就是先是一圈绕到腰上、哦、然后这个带子从后边伸出来、哦你拉到前边在腰上系一个扣、哦、就跟相扑穿的那种对那个、哦哦、一般人就完事儿兜裆对兜裆但是那位大哥因为这个创口太大了、哦、所以他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很紧致的类似于就很像腰带一样的东西那创口有多大嗯两扎两扎左边一扎右边一扎是跟你跟我说一边放一鼠标那个吗对我操那个口子打开里边绝对能塞一个鼠标而且是罗技那种哎呀、MS518 是差不多鼠标是是可以大手鼠标、嗯、所以他就是那种要非常紧的勒上这个创口、嗯、然后粘扣一贴哇、嗯、然后再提上裤子我操后来了解到这位大哥其实从我术后那一天算起他已经在病房住了两周了两周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所经历的痛苦不光是伤口本身更多的是精神压力，精神压力太大，精神压力大，因为他在换药的时候，后边基本都会看，就是他，哎呀，他心里其实，我觉得心理承受能力弱的人其实是有点崩溃的，要崩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出院的周期都比较固定，对，都是七天，七天就走了。他已经经历了两拨人了，然后他还不能走，是，所以后来之后又七天，对，哎，对，马上就要二十一天了，大哥，是是是是。后来呢，是他主动跟大夫提出来他要出院的。受不了，受不了了，他真是得走了。所以其实当时还觉得这个大哥其实命挺苦的。然后另外几个呢，就是相对也很严重，但是出院这个住院的周期很稳定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是可以很恶意的和他聊聊天了，很恶意的调侃，就说这个毛巾好咬吗、啊、什么的这种。好坏然后大哥还挺实在，说真管用，说你也咬一个试试、哎，因为他们那种严重的，真的是每一次换药都很煎熬，是很痛苦，然后换完药一身汗。而且病房里边很热嘛，对对对，就是大家穿的都很少，很少。对，之前那个就是网上《地狱三篇》里边，就是他第一次换药，然后就
别人递他一块毛巾，他不知道这毛巾干嘛的，他以为擦汗的。嗯啊，进去之后就大夫就给他把窗口扒开，一瞬间他就知道这毛巾是干嘛的了。是啊，真的疼，对对对有的啊那种。对，就像你刚才说塞拉鼠标，那大哥那估计臀肌都切了一块了。对，一边一个半吧，啊、一个伤口里能塞一个半啊。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恢复可不是一时半时的事儿。而且其实漏和痣的这个恢复的周期也不太一样，嗯、就是这个当时他们还一口诀呢，我还记下来了。还有这你们还有文本佐证是吧？有、啊哎、行，他们就这么说啊，叫一二三扯闲篇啊，对，四五六刀割肉，七八九扶墙走 啊，基本到第十天往后才算正常恢复，口口相传，对，就每一代你知道吗？对，每七天代代相传，七天一代，对，都会相传这个口诀、啊，就告诉你后边三天就有盼头了，怎么样。然后很多、这个、就是二龙路的新一代，对、嗯，基本很多人在头三天的时候，可能都会感觉，哎，说我这没事儿啊，没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很好。然后基本到这个第三天后半天和第四天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明显话少了啊、嗯，然后就不停雷雨，对，不停的在床上刷手机、嗯，然后夜里你醒过来，你发现那儿有一小片光亮。啊、还在刷手机，铁窗泪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换完药，你发现他没睡觉，还在那刷手机，你就说不要跟他说话了啊！啊，就是很痛苦，很痛苦、嗯。然后呢，这个有的人也说呢，就是我四十九床那位小哥还提到说，这个感觉是很特殊的，他不是疼。啊，就他说因为他是住院两次、啊、第一次肛周脓肿啊，对，住院一次，这种最痛苦，办了出院，嗯，第二次漏又回来了，对对对，然后又住院。他就说他的疼痛是那种，他说火烧火燎的，说特别的热，嗯，然后呢也做不下去，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对，他说他做完之后呢，就是即使到了五六天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哦，嗯，然后说走路什么全正常，但是只要一上完厕所就完了，这人就废了啊，就只能弯着腰，然后扶着床头在那儿吸溜，嚯，对，就这种。吸气排气，对，吸气排气，持续半个小时，什么也干不了啊。然后过一会儿又正常了啊。对，然后反正也有人胆很大，就是到第几天的时候就开始点外卖了。对，我们也是，是吧？对，就是实在不愿意吃，那这个战斗力很强那个了。啊，但是而且外卖能直接给你送到床头，对，这是最牛逼的，我觉得。护工可以接啊，就是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是可以直接进来吗？我那是就是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外卖员是直接拿着你的东西给你送到床头。哦，现在不行了。然后临走还说一句祝你早日康复。现在不行了。我这个片区人心也是够大的。现在是保安不让进了、哦、啊，得麻烦护工大哥去取，可能下楼取，然后再送上来。哦，那我估计可能是外卖员直接进病房，会给其他人造成心理阴影。是，对啊，就是可能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吧。对对，现在是直接取上来。你要说是点个好的，那对于就是正在苦熬的，那就是战术核打击。嗯，然后这个其实日常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有趣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心态吧，因为你得这个病，你也不能说每天就是愁眉不展的就跟这待着，是，你还要笑对人生，对，啊、然后多跟别人聊聊，对，然后就包括其实发微博也是，你说不痛苦呢，真痛苦，就是大家哈哈哈乐，说期待节目什么的，我也理解，就是看个热闹的心态其实还是挺好的，就图一乐吧，对对，你就乐观一点嘛，这个病早晚是能恢复的，然后等你回想起来的时候，早晚都会得的。等你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挺开心的事儿、啊。不是，这是因为什么呢？就人类他本身就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是的，你看的就是那个两边塞鼠标的大哥，对吗？你就是痛苦的。没准他好了之后也和我一样。是，就大家互相比较嘛。对，就都是受苦，只不过有人受苦更惨一点。是、哎。然后还有呢，就是。从我住院，就是在我住院的那个阶段啊，嗯，我们病区里边应该依旧是漏多痣少，啊，漏多痣少，漏多痣少，因为好多人就得了痣，他不会来做，对对对，就是他不会来做手术，很多人是不来的，对，然后呢，导致能够和我沟通的交流病情的人呢就非常的少啊，然后唯一吧，我真的印象中好像能够交流病情的就一个啊，比我严重的多。这位大哥，智王，这一代的智王，对，就这位大哥呢，真的是七天没上厕所，哇，嗯，就是不让，
也不是不让吧，他自己后到后来也是因为过于疼痛嘛，然后导致肌肉紧张，就是排不出来。然后呢，可能渗血也很厉害，然后包括创面很大呀，痣痕很大呀，就种种原因吧。就真的是第六天的时候了，他去换药还在出血，而且是因为这个创面它长得不是特别好，就是不该长在一起的地方长上了。嚯！嗯，然后换药的时候，大夫还拿镊子给他拨开，哎呀，他就一直在那叫唤。然后，哎呦，然后这个人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呢，他这个头七天啊，基本都是像这个《黑魂三》预告片里边那些罗锅老太太，他就差一副拐了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医院里特别特别人文关怀的一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在墙上啊，一定会有一辆扶手，扶手扶着走、啊，特别专业。大多数人都用不上，但他真的用上了啊。他永远是捋着这个扶手走啊、嗯，就是哪有扶手，你哪能看见他？只能贴着墙走。对，没有扶手的地方，他绝对不去。对对可以，嗯，然后。我和他呢，其实都是在临出院的头一天，又挂了两根绳，就是这我就不跟大家具体介绍为什么了啊，嗯、就反正就是又回去紧了一下这个绳，有助于恢复挂线儿，非常的疼，嗯嗯。然后临出院那天，就他还没出院，他出院比我晚，嗯。然后我问他，我说怎么样？我先系的绳，我就是这种出来的，嗯。他进去的时候我走了，我没忍心听。第二天的时候我问他，他说就是真的很疼，失禁了啊，然后疼到失禁，疼到失禁了，哎呀、啊、但是呢好在于他当天晚上顺利的上了厕所啊，然后很恭喜他。然后这周我第二次去换药的时候我看见他了、嗯、啊，大哥终于可以直立走路了、啊、然后会笑了，会笑会笑会笑了，笑容又回来了，脱胎换骨，扬眉吐气。对，然后跟我说恢复的进程已经和我差不多了，我也替他由衷的替他高兴。是的、啊，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都是天下受苦。对，然后之后这一段过程应该就会比较漫长了，因为大多数人在经历了头十天左右的，就是出院之后再过十天左右的这个阶段之后啊、嗯，更多的就是等待，每天呢换这个棉片，然后定期的清洁。嗯、其实这一部分对个人影响。个人生活的影响会比较大，嗯，因为这个就是大部分吧，大部分朋友有工作，你说这个出院之后，可能有了这个三周或者两周的假期之后，你就得回到工作岗位，是是是。但是清洁是个问题，所以导致你还得随身携带很多东西，对，特别麻烦。湿巾呢，这个小的电动的这种能喷水的这个喷嘴儿啊，然后棉片啊，有些人可能还会带点这个类似于这个药水，对对对对。然后有你说冬天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脱的衣物会比较多、嗯、可能也会很复杂。 那这一段工具说良心话不比照顾孩子喂奶强多少、啊、对，就是你得带着这些随身带着。我当时就是嘛，就是我回来之后就弄了一个，我跟我妈借了一个化妆包、嗯、一个迪奥的化妆包、嗯、一打开什么呢、嗯、棉片、嗯、啊那个棉球啊，对，全套设备对、啊，基本到最后那几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就是，如果是你是同一波进来的啊，这些人的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啊，就是除了大家聊得非常的开放之外啊，这个走路速度明显变快，加快了。有些人你可以看到，虽然他这个双腿的角度没有合拢啊，但是走路还是非常的快，这个非常有喜感的一种走路形式，想证明自己正在奔向正在康复啊。对对对对，有些人呢也是为了说快点走，是想这个上厕所更顺利一点，因为你长期卧床的话其实排便很痛苦嘛。嗯，然后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之前在微博里说过，嗯，他遛无人机，他在走路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小的无人机，而且特别吵，2077二路二零七就特别吵，而且玩了三天，这个小护士还问他说你没事玩他干嘛，他就说挺逗的，因为他是好像是一定范围内跟踪嘛，啊，就是跟着人走啊。我不知道他是为了自己拍 vlog 还是图什么啊？二龙七七，对，二龙七七。有一天早上起来5点多，我听嗡那声啊，这大哥在呢。当时我想拿手机拍的，然后回去拿手机的时候，这人回去了。对，就是导致这个至今没有留下影像的证据。赛博二龙，对对啊。然后还有的时候呢，反正最后那几天心情也好了，我就特爱观察这个旁边几间屋啊。然后还有一次呢，换完药出来，然后我看隔壁屋那几个人可能比我住院晚，所以康复的比我慢。嗯，然后他们三个人特别逗，共用一个床头柜，就是他们把中间那个床头柜推到这个病房这个正中间啊，非常安静，围着床头柜站着吃饭。嚯，
谁也不和谁说话，特别的默契。我想起来好像军训那种，军训 对教官不让我们站着吃，不让我们坐着吃，就全都在那站着吃，一人一个馒头，然后点的特别清淡，都能看见那种。然后有一种就无声的反抗的那个意思啊。然后特别严重那个大哥呢，我在瞟他们屋的时候也看见了啊，趴着，撅着在那儿休息啊。这个因为太严重了，我估计他躺不下。嗯，所有的休息都在脸朝下。对他那种势必是不能躺着的，那肯定啊，躺着都会非常难受。是，然后还有什么有趣的呢？就是我们那个病区，我在外三病区嘛，啊，我在外三病区。也有女士病房啊，对对对对，其实有两间还是三间女士病房。其实这个因为共用一个换药间，其实多少有些不方便。是，就我本以为可能是会按性别划分的，但是实际上没有。所以呢，男性的病人很多。每次换药的时候，如果这个女性的病人和护工啊没有早进去，他们就要等特别长的时间。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意见。是，然后有些护工呢还特别这个。就是调侃他们啊，说哎你没抢着吧什么这种，然后有几个大姐可能就有点不高兴，面露不悦，那肯定啊，然后就这种，都是男的，是，然后就在那等着，然后每次理疗的时候也是先换药先理疗嘛，啊，换药在这理疗，然后男的特别多，有时候还在里边聊两句，然后有几位女士呢，这个换完药之后呢，她就不愿意和我们男的一块儿做理疗，那肯定，可能。你确实也没法聊这个事，是啊，那怎么聊啊？这个。然后有一大姐就问说：“那有地儿你去啊？”说不去，都是男的。然后就等着，等我们全走了之后，他们再排队。然后后来呢，有的时候就是，那我觉得也挺受苦的。是啊，就是你在那站着嘛、啊，而且这个病在你住院那几天真的站不住。是，就你站着还不如走呢啊、嗯，或者就是来回左右摆一摆，踱步一下，晃晃，就是、让你缓解这种酸胀的感觉。越站着越痛苦。哎，对，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专门开设女性病区，这个病房数量不够，所以才导致他们这么安排。嗯，其实多一个换药室可能会更方便一点。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感悟啊。嗯，对，很多的时候，这个大家在这个理疗室的时候会聊得非常的开放。是，那可太爱聊了的那路。我第七天不是第八天，因为当天要出院了，然后早上起来换药。嗯，换完药之后，我在理疗的时候。嗯。就赶上了很多这个出院之后回来换药的病人啊，对对对对，然后我会问他们，我说这个术后恢复怎么怎么样，你康复期会经历什么啊？然后有人就说，嗨，这个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我觉得在节目里边说可能这个就说了吧说了吧，可能大家会有点比较猥琐的联想啊，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儿，就是你要自己扩肛啊，就是我们是抱着很科学的一个康复的这样一个态度去说这个事儿，你要自己扩肛，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说你接受这个痔疮手术，或者说是这个肛瘘手术，嗯，创门比较大的话，你的瘢痕会导致狭窄，对，瘢痕会导致肛管狭窄，是。所以如果你不主动的在术后，就是刚刚康复之后，尽快的去扩的话，那么之后等完整的康复之后，你再去扩可能会更慢，对，更痛苦。啊，虽然说最近也很痛苦吧，对，我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对，但是科学一点，这个忍一忍，可能这个导致你之后的生活质量能够更好一些，嗯，对，你就坦然面对这个事实吧，对，之后当轮到你扩的时候，大家这个按什么来这个分享呢？你到哪根手指头了？啊，小拇指、无名指、食指还是大拇指啊？嗯，哦，这么分啊？拿这个来划分，因为。常规来说，大夫给你扩是食指，第一指关节还是第二指关节？来这么哦，等等，是一个手指头是吗？那多新鲜呀！啊、我以为你把整个拳头碎了，那真是以前超人了。我刚才听着就是从小拇指到大拇指，我以为是整个手的。大哥，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啊！这康复期就是这样的，所以虽然说这个很漫长，但是为了自己好吧，我觉得。就是还是注意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有很包括我之前以看热闹的心态看过一些公众号和知乎的一些这个高赞文章啊，很多人是把这个写成段子的，对对是，对是按笑话那么写的，是，但实际上有一些呢，就是经历过之后，你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按夸张的，就非常夸张的这个演绎手法去写，嗯，并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说并没有那么惨烈啊，这么写只是可能为了更多的赞，图一乐，就看着比较逗，对对对。但是这个确实，这个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嘛。嗯啊，对，这正式
整个这个过程。哎，然后呢，最后还有一点经验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至少我是经历了这些，就是你在回家之后这个吃啊真的很注意。哎，多吃菜多吃水果是你在第二天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太舒服了，顺畅。对，真的顺畅，顺畅。对，然后还有回去换药的时候，这个棉片千万不要在这个一楼门诊大厅外的这个小卖部买，因为那儿买的棉片和你在楼道里买的那个质量真是天壤之别，是吗？嗯，你在楼下买的那个几乎是不能用的。哦，我当天买完之后就直接给我那护工大哥打了一电话，我说我是之前那个48床，麻烦您这个给我再闪送两包这个病房里的棉片，那个不能用，因为一楼那个掉棉絮掉的厉害。哦，对，这个清创其实不是很方便。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特别感谢家人，就是你这个病吧，回去之后的护理有很多你是自己完不成的，是，而且会添很多的麻烦，是，包括对对，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渗出的液体、创口的这些，对，包括异味啊什么的。哎呀，然后回家之后，尤其现在变天嘛，怎么样才最舒服呢？拿吹风机吹，嚯，暖和，既暖和又舒服，还干燥，保持干燥。对，但是我忘了一件事儿，有副作用啊。对，我忘了一件事儿，就是吹完之后这个屋里啊，哎呀。对，忽略了这件事儿，然后吹完之后马上把窗户打开通风，救命。对对！对，特别感谢家里人的理解，特别感谢我孩子现在不懂事儿。你家孩子怎么办？对，我想问这事儿。他记不住啊啊啊，记不住，所以但他有没有嫌弃你啊？并没有。哦，我现在还行，好好好。对，我只能亲生的。嗯、对，我只能跟他说，我说我屁股疼，我抱不了你 啊, 啊。对，都是这种。然后孩子长大了就想起这为什么爸爸屁股疼。对，嗯，然后现在其实才20多天嘛，然后整个经历完。这个问了一圈之后，有的人是80多天才整个康复，有那么长呢？就是、对，完全这个不需要任何辅助的护理。哦，有的人可能是50多天，我就看我个人状态嘛。然后可能最近多保持一点运动。嗯、但是今天早上来看，就整个人就小了一圈，是小了一圈。对、嗯、就是我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就不说维度了，反正之前锻炼那些基本上都废了，就是肌力下来了。哦，就眼看着就整个人体格就下来了，而且体能是个问题、嗯，就是现在确实很累，很衰弱。对，然后很多时候你就是只能站着不能坐着嘛。啊，对对对对。我是觉得这样，就是最后还是想跟大家稍微说一点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这个，哎、包括前一阵可能大家也在网上一直在讨论什么996，因为好像奇葩说的事儿吧导致的、啊，就是很多人在讨论什么这个工作、个人生活这些。啊、我是觉得呀、啊，就是昨天还正好有一个，就是那个浙江卫视，对对对，是是是，对，对对对，也看到了这些，就是 对, 对对对，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呢，特别的空洞。就是大家可能从小听到大，然后就忘了。但是当你经历了一些或微小或很大的事情之后，你才会意识到革命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就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嗯啊，什么时候你要为这个本钱付出代价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本钱有多重。而且本钱你花出去了之后，真的就回不来了、嗯啊，回不来了。是是是，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很多，就我的胃、你的屁股都是一样。对，很多当下年轻人可能会除了工作之外，特别在意自己的这个业余生活吧、哎，就是想玩啊，什么看电影啊，玩游戏啊，特别注重精神层面的生活。但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全部。你除了之外，我觉得在这个个人生活的这个安排上，这个饼图里边。健康、嗯嗯嗯、我觉得你需要更重视一些，让它的面积呈现得更大一些。嗯，这个很多时候你会意识到多吃一口菜，多吃一点水果，甚至于你下班早下一站车，多走一里路，这个不是鸡汤。是啊、嗯、对，没错。真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当初可能每天多喝半升水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嗯，对对。然后其实今年大家能看到很多人在健康上出现了问题，包括就是我觉得我其实还是能说一说吧，包括之前大力啊、嗯，他是腰有问题，对对对对，所以他腰很严重。对，然后包括雷大党老师离开也是因为个人健康，是、嗯，然后包括其实在生活上就是压力很大，嗯，所以他一定要及时调整。就是不管说你是20多岁还是30多岁，我说包括白老师接近40岁，就是每谢谢您谢谢您，每个人在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老得勺上这句，你都会面临问题，是没错。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及早的去解决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对，就你不要把去看病当做一个给大家拖后腿了，或者说是不能提及的事儿。其实并没有，而且就是你身体有问题呢，越拖越容易出状况。是的，有病一定趁早去看。对，对，嗯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个人经验，就是最后废话会比较多啊，就是个人经验。我觉得总结总结挺好的。对，嗯，就是在现有的环境之下，嗯、这个我提前这个打了个草稿、嗯。现有的环境之下，我觉得相信科学和现代医学啊、
是最性质有效的方法。是这个多了我也没有权利去说别人，是但是我觉得不要相信一些坊间的传言。对，谁谁谁家泡了花椒水之后就好了。对对对，说这个谁谁谁家用了什么偏方就没事儿，你不用去医院，就这种话，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治疗方法适用于特定的一个人。对，但是你放到大众来说，很多的东西你需要一个更科学的判断，是需要一个更系统的检查来决定你要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对对对，这个非常草率的用这个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未来的健康走向，我觉得不负责。嗯，没错没错，是这样的，真的是不负责的。我觉得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这个验证和处理的能力和资格。对对对，嗯对，大家有病去看，所以说还是相信专业的，相信科学的嘛。对啊，然后包括住院和出院之后那几天，有的时候能在微博之下看见很多的病友，让我很是欣慰。对对，我那当时也是。对，天下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曾经来过二龙路的勇士们啊，就大家这个相连了起来。对，大家连接起来了。对，我也刚想说这个，对，我是二龙路一八届。对对，大家因为这个病连接到了一起啊，可那个事了。对对，虽然没有玩死亡搁浅，但我感受到了这个连接的温暖。是。所以呢，最后想感谢一下这些朋友，记录下了这些 ID 啊，你还点名记录着，对，谢谢他们啊，包括但不限于啊，这里说的都是微博 ID， 有一个人这个排名不分先后，对，排名不分先后，有一个人现场感谢啊，有一个人这个名字太屌了，真的，我觉得可能这个病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这个伤害，他的名字叫做虫洞归还，哎呦。啊，就是这些人和我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探讨交流，嗯，对，还有一个人叫 Bleed Kaga，哎，对，还有一个叫 Daniel JC，这个人应该是他在换药的时候特意来看了我，哦，对，他喊了我一声，然后当时我还罗锅的走路，嚯，而且蓬头垢面的，然后挺抱歉当时没和他多说几句话，因为太疼了，嗯，然后他当时嘱咐我出院之后稍微吃点肉有好处，然后这些，嗯，就是应该是这位戴口罩的小哥啊，但是就感觉说是得了这个。就或者说进过二龙路的都有一定程度 PTSD， 是啊，嗯，他说没记错的话他是老二十七床啊，哦哦，然后呢多重疾病综合体，哎，然后后边这位不会念啊，对不起 GLAMOUR CAT，嗯，然后小平头 EDD 啊，啊然后 ZON SANE 啊，嗯，然后喜定猪骨，然后Res 刘 beat 三水啊，嗯，人见人爱的小金同学，这是我四十九床啊，哦，对，王国之心心心啊，小道的六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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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U I 啊，然后永远喜欢 Monica， 还有东方红十号，这么多病人呢，特别多，而且，啊，二龙路真的一年四季人满为患，对，这太厉害了，绝对不止这些 啊， 啊，只会比这多，不会比这少，啊，有几位可能当时已经埋没在了评论的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已经拾掇不起来了。然后太厉害了。然后还有很遗憾的就是，我这四十九床出院之后又来了一位啊，又来了一位漏，这小哥特别厉害，啊，三天出院，三天就出院了。啊，然后我们三个人是同时出的院啊，对。然后这位小哥我忘记加他微信了，啊，然后现在呢是四十七，我四十八和老的四十九床，我们仨人有一个微信群。术后恢复交流有点像那种互助会，你知道吗？就天天互相鼓励。然后那天我这个线掉了，然后发了，我说我掉了，然后也得到了非常温暖的这个鼓励和祝福。嗯，对。然后大家相互说，那下一阶段你会怎么怎么样？然后萨瓦迪卡，对对，包括我买那个康复的那个垫儿，对，就互相推荐一些这个康复用品，对，康复用品，对。然后大概住院的过程就是这些，其实。这个整个分享过程没什么意思，大家可能就是真的是听一乐，但重要的就是有病及时去看，不要自己妄下判断，尤其像这个肛肿脓肿和这个肛瘘这个病，嗯，因为我们病区最严重的那个大哥，嗯，当时听他说就是自己耽误了，他不愿意来医院，嗯，是他拖了整个两年，哦，整整两年导致了现在两边屁股开花，哦，然后肛瘘大家千万不要拖，哎，啊，就是这个你越拖它会越严重，发现就治，就这个东西它是不会自己好的，对啊，嗯，有很多人妄加判断，就是觉得可能自己是个火疖子，是个包，哎，然后抠破之后才发现抑制不住，还能抠破，哦，我，对，这当时给我抠破有点厉害，这真是，对，这真是有的人真的是勇士，对，然后还有的是先去小医院，就这个病不想看，不想正经看。嗯，就意思一下，然后也给耽误了，哦，对，所以正视自己身体啊，最后给大家灌一碗鸡汤啊，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然后娜姐可以和我配合一下，然后我们结束本期节目啊。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害怕。我他妈直接结束啊！我的，微笑着面对他。哎呀，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坚持才是胜利啊！啊，加油，奥利给！说的很有道理，啊、是说的很有道理。咱们下回能不能把他请来录节目？那你冬泳的时候能碰你放过我吧？然后昨天我发一篇那个冬泳的推荐文，底下一片奥利给，奥利给，是啊，不要怕啊，不要讳疾忌医，哎，相信科学，相信现代医学。哎、对，这个就是这次看病总结下来的正视现实几条金句啊。哎，好好好，行、嗯、行。大家如果这个累了，得了相关辛苦了辛苦了疾病的话，最好去这个医院看一看。是啊、嗯，对，这个恐惧和紧张是很正常的，是的。但是你慢慢的就看开了这个事。对 对, 对，尤其有了这样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之后，再过一两年，你再翻回去看，会觉得很快乐。哎，笑对人生，对对对，笑对人生啊、嗯！对，你曾经以为那是悲剧，但其实那是喜剧，也悲剧一个月嘛。就是我也我现在也看开了，虽然说每天真的很疼，就是疼到。就是你自己扣完钢之后可能在床上趴两个小时，然后找个垃圾剧、哦、因为真的也动不了脑子，你看了才能缓解。嗯嗯，对对，而且你住院时候会认识到很多人，就很多你平常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见到的人。行、哎、然后对，然后大家就大部分人都很有意思，我觉得、嗯、尤其是大家都受这个苦之后，就有一种那个惺惺相惜的感觉，然后对、嗯、就大家互相之间很理解、嗯、很宝贵的经历，很宝贵的经历，笑对人生啊。嗯，对，行，赶紧结束吧，我看他有点坐不住了，真坐不住了，对对对，不行了，你知道吗？咱们这期常规节目就到这儿，然后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哎，下期再见，哎，拜拜，希望大家都健康，奥利给，哎，好好好，奥利给，嗯。